家讲到古巴，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古巴的雪茄。哎，大家不知道说，其实呢，除了古巴雪茄之外，古巴的菜也很有趣哦。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这个古巴的移民 Manny 来跟我们谈谈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古巴菜。So Manny, tell us, what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Cuban cuisine for you? Cuban cuisine basically is a lot of fruit vegetables, malanga, boniato, plantains, rice beans. It's very flavorful, but not hot.Manny 为我们介绍的古巴大餐，第一道就是台湾观众很熟悉的生鱼。没错，古巴人也吃生鱼，但不用芥末，而是用柠檬汁、香菜跟辣椒等香料来去腥，风味不同，入口一样清新。接下来这个古巴烤鸡最近在美国大行其道，因为味道足便宜，加上是用烤的，比炸鸡要健康的多，已经成为美国的最新流行。至于这个烤猪则是 Manny 的最爱，做起来可不容易，除了要用香料腌过之外，要先烤过再用小火煮，整个过程要14小时才能让猪肉入口即化。旁边的配菜要有炸面包果、炸香蕉及煮的浓度刚好的黑豆汤，这样才标准。自己是第二代古巴移民的 Manny 很感慨地说，古巴境内的古巴菜现在反而还没有美国古巴移民多的大都市好，因为近运古巴物资缺乏，古巴境内的古巴菜反而变化少。 Beef right now is very rare. So you go to a tourist hotel that, and still is not the same as it was before. 为了让台湾的观众可以真的尝到古巴菜， TV 采访小组特地进厨房去学门教，先热一点橄榄油，再加一匙奶油，热了以后煎虾仁，两面都变色之后放青椒、大蒜跟番茄，略炒之后加一小碗鸡汤，起锅前以盐巴及胡椒调味，最后倒在热过压扁的法国面包上，上桌前再加一点柠檬，如果喜欢可以配上番红花煮的白饭，就是一道货真价实的古巴菜了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在一个古巴餐厅里面，你多来两杯这个鸡尾酒哦，你喝得越醉，精神越嗨，讲话越大声，主人越高兴。So Manny, salute. Salute. Are we going to dance later? TVBS 新闻范雪黄松浦纽约报道。